现在开始安装的话，我们先打开右边的电源按钮，然后等待屏幕启动。这边我们需要插入墨水和溶剂，这个底部黑色的，这个底部黑色的是墨水，这个蓝色的是溶剂。OK， 启动完毕以后，我们打开下面这个舱门，插入墨水溶剂。我们对应的话，这个是蓝色的，对应插到这边蓝色的一个孔，直接放进去，插到底，然后墨水对应这边黑色的条，插进去，插到底。插完以后，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故障，不用管它，我们按任意键取消掉，这个都不用管它。然后屏幕上会出现这边是溶剂，这边是墨水。 OK， 我们把这个舱门关闭。接下来我们先要输入密码，在这边密码按确定，输入密码，输入当前日期的密码，高级密码。